哎呦，这里怎么黑呀、啊？我们今天来到9日第二部分的测试内容，养殖员。Oh my god！哦喂，直接炸！我就知道，太容易了，这太奇怪了。对呀，哎呦，这吸东西，不要再突然偷袭了吧？哇哦，我之前好像遇过你耶。哇哦！那背景好像在一个废弃的城市哦。哦，这好帅！这是什么《山海经》的怪吗？还可以打哦！好狠啊！他妈妈吗？看起来像同一个物种。这位看起来比较猛哦。好像打过你耶。你好像是之前那个 BOSS，欸，什么水鬼？但这次好像比较弱，天数什么什么效了，交战记忆回来，我们没放怪。是这里的怪不能让我们知道吗？没有放怪。好，新角欸，钩芒。这么明显的陷阱，不是啊？没有给我其他路了。快点，快点，给他好看。很像那个之前 demo 开头，有一个把我们推下悬崖的女生，感觉他们是有亲血缘关系的，长得都很像。哦，他鸟的脚，欸，跳跳僵尸一大一小。好啦，帮你们解脱啦，好可怜哦。对啊，啊，这不是你做的牢笼，那，啊，你们现在要自己打破，浪费时间。怎么把我打下去？我跟你讲，要不是这个更牢笼哦，我一定给你们好看哦。哎，要带我们去学技能了，里世界。开挂时间，蓄力攻击，所以蓄力攻击是后面才会有的。OK，上次的封测是有啦。哎，戳烂！想起来了，这边我好像上次玩过哎。很有印象哦，
这上次打过啊。哦耶！只是我以前不知道青蛙可以反弹。炸爽没啊？哎、欸，掉！哎、欸，他炸尸 ？What？ 死后越更强的念是不是？这边会有个老太太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不讲武德，不讲武德，他突然冒出来啊！何林先跑去解了。哎、欸，不，下去。好、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嗯，总体来说，它推图体验还是蛮好，蛮有趣的，我觉得。这边要打王了，对不对？以我的了解，水鬼来了。看我还记不记得交战记忆？这次我都真的打过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什么新招？哎、欸，他有这个招哎、欸，新招哎、欸，想起来了。没有二阶，看来是这边往下走，我还真的不会知道哎、欸。啊，他还丢什么？装可爱。我的天哪、啊，我要走往哪里走嘞 ？Oh my god！ 再见。哇！突然蹦上来，哎，这属 combo， 下去啦！哎、啊，我自己下去了，不是那边不是有一阶，哎。哦，你们这个好，我一个一个清，兄弟，可怜你了，学到了，先蓄好力哈，然后等他们跳上来，来，两只一起啊。啊！不断弹、欸，
玩这游戏一直怀疑人生，后面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感觉到了。好恶啊！那么眼睛，哦，开打吧！哎，丢哪里？农人花，所有弱者都不想要碰触真实，也没有能力去做任何选择。哈哈，别废话连篇了。哇操，还是吃掉、哦。二打一，失穷失虐。还好、啊。我靠边。感觉要先解决一个吧。然后他怎样？感觉要搞事。哎，不是，我应该去打那个高芒的。哦，我懂他机制了。他趁他回血的时候去打高芒。上来上来，过来过来。那我好好扁你。我靠北！两个，两个双杀，双杀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呀！还要解掉的这个，觉得这两只的攻击没有到要求你用打的，有时候你用 shift 去闪反而还比较有效果一点。这 boss 设计真的是很好、啊，不得不说。好、哦，哎呀，一只一个就还好了。胜利！有没有接？有没有接？你还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看你的下场也是凄惨的吧？啊，腿被打断呢！这 boss 战
太好了，太值得拍手了。哎，先别讲话了。自作必须自受。好，黑化了吗？主角要狠下心来了吗？Oh my god！好狠哦！此处应有本，洗白吗？他会对粮食有这么，他会对粮食有这样的执念，表示他小时候应该是过得不好，合理吧？合理。哇，鸡皮疙瘩！感觉初衷还不错，方法错了而已。本区域试玩内容已结束，好，那我们这一次九日的两个区域，封测的两个区域都把它体验完了。我觉得很多地方让我很惊艳啊，剧情感觉很有料，然后 BOSS 战设计这个也很有特别感，加上它。我觉得它操作性很好，就是它几乎没有什么前摇后摇，你攻击打到一半，突然对方打过来，你想挡，突然哦，你突然想挡都没问题，你都不用怕什么，你的攻击会让你没办法去挡，那操作性做得很好，丝滑，喜欢。